高丽颖终于复出拍戏了，而且她的复出新剧也传得沸沸扬扬的。首部作品便是和王一博搭档游匪，一个演仗剑天涯的周匪，一个饰演瑞王谢允。对于两人的合作引起不少观众的热议，大家都知道王一博是凭借《陈情令》这部剧而一爆而红，而这次能够和赵丽颖一起拍剧，王一博也是非常激动，毕竟赵丽颖在国内的名气还是非常大，主演的影视作品也获得非常高的收视率。有网友表示这部影片一定会大火的，而最近两人这部电视剧已经在开拍中，我们看到颖宝和王一博在片场的互动还是非常逗的，我们看到王一博和赵丽颖相处还是非常融洽的，两人还一起吃饭，看来是非常认真了。但是比较逗的是赵丽颖想要加王一博的微信，但是王一博却拒绝了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毕竟像赵丽颖这样的有人气女王对王一博来说是一件好事，但是王一博却不愿意。王一博随后出出理由，理由让人无法反驳，赵丽颖都笑喷了。王一博表示因为丽颖姐的粉丝太多了，所以非常害怕自己给丽颖姐带来不必要麻烦。看来王一博也是一个非常暖心的男孩了，情商很高，知道怎样避免绯闻。不过这样的王一博却有点可爱，不知你们觉得王一博这样的做法怎么样？